稍等，加油加油。这个主题叫动物园，刘宇。什么动物园啊？长颈鹿。三，二，一。有一只大象在里面是吗？动物园。哇、哦！啊！别呀、啊，别呀、啊。啊什么呀？要不然这样吧，你们先做一下勇气的介绍，你们互相放个狠话吧。我对对对，你先跟刘，你先跟刘宇放个狠话。我很怕这个。A 事儿，一个人有两只手，已经没了，还有一只。哇，OK， 是不是好一点了？可以可以，好多了。刘宇有没有什么跟对方说的？我不敢，我特别害怕昆虫类。我应该不是昆虫类，它叫动物园。我特别怕软的。我想问你，动物园里没有昆虫吗？动物园里有什么？有昆虫。老虎。来，会动吗？他们三、二、一，计时开始。我会，我都怕我说脏。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有吗？弹珠在哪里啊？弹珠呢？管他，我看一下。你在哪儿啊？我怎么？我靠！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。啊！我在哪儿啊？你在干嘛？这里一个弹珠都没有、啊，什么都摸不到。没有弹珠、啊，弹珠我不敢。有弹珠。啊，石头。什么呀？有个东西在动啊！有东西在，哇哇！真的在动啊！在动。在动啊！什么都没有，哪里有弹珠、啊？十、九、八、七。六，哪里有弹珠啊？五、四、三、二，我抓一颗，一，时间到，好，换人。哎，我抓到你。换人，来第二组。这是什么？快！刘宇选是啥？快！时间还在继续，时间还在继续。